完全没想到。卖个关子，不是吃饭吗？到处都是臭臭的。这个真不是我夸住在台湾的好哎。啊？不容易啊！哎呦。但是我今天，你看我今天穿的好 lady 呀、啊，好热，好热，老婆，我想脱掉，有点。所以能吃上啊、哦？你打电话半个小时就可以。他是说三四十分钟，但他不敢保证了、啊，等是一定要等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吗？好，可以啊。哎，来急什么？热呀！好好好好好好。好热好热，而且今天很冷呢。昨天还穿短袖哎，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吃粥吧。完全没想到可以去吃。卖个关子，之前是没有吃过，我们去了排了大概一个小时是有的吧，刚打电话说也要排，但是半个小时就可以了，去吃去吃，今天特别适合。所以现在去吃吃一吃是要泡汤吗？泡汤不是吃饭吗？没有啊，那里是可以泡汤的，泡吃饭是可以免费泡汤的。吃饭可以免费泡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以为就是只有吃饭然后泡汤是、就是泡汤不要钱是吗？对啊，就是要排队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好久没有这么晚走这个什么隧什么隧道来着？自强隧道。哇哇哇！开始 S 型了 ，S， 哎呦哎呦，哇、好 S 啊！哎，这180度的。因为你看，它其实蛮漂亮的，就是。这也是，然后这是椰林。那他以前也曾经是风光一时。哦，刚刚我们跑路过那个叫啥？对的对的。鹰角，好多家哦，都蛮有味道的哦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嗯。右拐右拐。哎，这个真不是我夸住在台湾的好哎，真不是。你看咱们从大直过来几分钟？十几分钟。就到这种可以享受的这种小山丘的感觉，你看后面好美吧，然后又可以泡汤，又可以喝粥，又可以小小的放松一下，然后还可以看星星。我后面这山是那种石头的山，然后到处都是臭臭的硫磺的味道，巨臭，这个应该浓度很高啦，比我们上次去那个只是小池子里的硫磺，这是满山的硫磺。哎呦，都是坡，我今天还穿了高跟鞋。哇，好多人！哦，我这个天拍咋透？到底有几个馆？哦，前面前面，咱们是在前面那个啊，吃饭的在前面是吧？我来了，吃粥的地方，螃蟹粥。这里好日本呐、啊，好像那种。京都的那种感觉，好、哦，来了来了，嗨，终于来了，要吃到雷温泉，啊，啥意思？雷温泉，雷是个啥呀？黄池温泉的泉源是世界闻名的青黄泉，青黄泉又称雷泉，因含有雷放射的功能，天然雷元素可穿透于无形，活化人体的细胞，增强免疫力，珍贵又稀有，与日本玉川温泉的泉质相同，目前全世界仅此二处拥有。这个方向走到底左边吧，先去点粥就对了。不用在楼上等到。好，先点好。走到底左边。要什么粥？红菌粥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小只大只啊？那你定。也有综合的。哟，这里的粥是人家订好的吧？还是外带的？开座位，因为报名字时间。哦，报名字时间。不容易啊，要吃个粥。现在是10点，11点半粥才会出来。所以先泡汤喽。黄池里面的造景融入户外的山林美景，别具风格。黄池家必点的砂锅粥超浓，锅底有干贝、栗子等10多种高级食材。前面有15组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那直接上3楼就可以了。好。
人？就在这。就在这儿。OK。好。可以点菜的。不行吗？我只是说清。我们现在在排队，好像考试啊，像不像后场考试？真的有点像。然后刚刚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太临时起意了，不是还穿了高跟鞋吗？所以我们没有毛巾，就买了一个。这个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小的。小的100，大的200。你不一定要吃砂锅粥吧？不过已经定了。要粥啊，来这就是为了吃那个。但是还有这个好特别。前进了，前进了。你看人家拎着小包的，对呀、啊，我这是啥？够，哎，你看，24小时啊？对，啊，凌晨的时候没地方去，可以来这边吃宵夜，然后哎，还不用排队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时候是比较少人。我们还在排，然后这一间出来了，里面的样子。那个倒计时墙还挺有特色的，到了以后那个阿姨就会去敲汤屋的门，然后说时间到了。刚刚有一个人来说，就是可能觉得30分钟泡太短了，那个阿姨就说时间不够可以去泡公共汤屋，泡到明天早上都可以。他刚刚是啊，对，大众，对，他说泡到明天早上都没关系。快到我们啦！开往前排，已经排到第一组了，一不小心就进来了，突然就进来了。但是我今天，你看我今天穿的好 lady 呀、啊，来泡汤，泡汤我有阴影。上一篇影片，算了，我就自己享受了，我自己泡了。等一下吃饭再见。来了，泡完啦！哇，这个皮肤每次泡完皮肤都好好。粥也来了，你定好了粥，它就是泡完它就来了，但是泡完就是有点虚啊，有点虚啊。它这个还有一个垫的桌垫，上面有介绍它这个青黄泉的功能，挺专业的。快来吧，饿死了。他这都做好了。对啊，帮你准备好。快帮本宫咬一下，小弟。我的红裙在哪？我先检查一下。哟，在这儿呢，啦啦啦，真的有。我们点的是大的红裙粥，哇。不过晚上吃这个应该蛮舒服的吧？对，哎呀，都这样那个啥了，看。这么多蛋，你快看一下，老公。嗯。嘿，又点了个樱花虾水莲。又见面了，孩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嗯，这个蛋太美了。但是我其实是不敢吃蛋的，蛋都是我老公那儿吃的。Hello。哎呀，好想把衣服脱掉。我今天穿了个大衣，羊绒的大衣，我也是绝了。明天29、20几度哈。来，让本博主测评一下这个汤咋样？你放胡椒了？嗯，泡完以后那个身子是虚的，喝一碗这个哈。有点饿，就是有点烫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樱花虾水莲上面超多樱花虾。还有蒜，这离我们家不远。嗯，又来一个，这个好，这个那个你点的好，对，像大陆的，它里面还有肉，我也是干点的，干肉末，这个可以点肉末四季豆，吃一下，哇，好吃哎，哦，这个好吃，我觉得这个比水莲好吃，嗯，快吃一个这个好吃。对，所以红鲟也分大小，粥也分大小。我们点的是大红鲟，大看一下，大红鲟粥小，880啊860，刚好我们应该点的就是这个。对了，那个水莲吃起来有点费腮帮子，有没有？你觉得吗？鲜尾啊。啊，鲜尾。我们这四季都好好吃哦，好像那个零食啊。
好吃的。我捞一下我的那个蟹腿儿，哎，这个有蛋，等一下你吃。哇，看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大，这个好，哇，这个这么大。这还有一个，看有这么多这么多腿儿。好热，好热，老公，我想脱掉。穿这个有点，假装今天30度好了。不是，还走这种。白天比晚上还热，还冷呢。我还有小馒头。你说在川汤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去泡吃泡川汤，因为黄芝排不上，没有泡啊。哦，吃饭吃饭，对对对，吃2000多。你没有来过这里吗？就是这一区有好几家哈。你们有来过哪一家？黄池吧，应该我猜大家来过黄池。你们来过哪一家？有没有其他推荐的？我喜欢这个区域的环境，就是那个小山啊什么的。明年特别再冷的时候可以来。我感觉这个菜的好吃程度到可以再点一份。真的，好久没吃这么好吃。哪有，你每个地方的四季豆都说好吃啊。啊，这个这么好吃吗？那个点心世界。啊不，没有这个好吃。这我之前是怎么吃的？先吃这个最大的好了。那这个粥里面有这蟹脚，值了吧？你们应该看我吃最多的就是螃蟹了。就跟那个零钱放在一起，很脏啊。太对了，快12点了，还是已经12点了。你再喝一点。当然了。来喝一点。12点了啊，我们要撤了。这个明天可以喝。还有半锅。这样好，明天不用再吃正餐，就是不用再花很多钱吃饭了，然后把这个锅一吃，买点蔬菜还是什么的。哎，老公，这样挺值的，就是1000多点泡了个汤，吃了个饭，然后明天也管了。这个划算。穿高跟鞋泡汤的女子。哎呦，里面可以加东西，还可以再加一只红蝶。可以加料，哎，是吧？现在已经12点多了，看得到哈。哇，这个人，这是一项很好的半夜活动。哎，我刚发给妈妈，然后发完以后妈妈就说她要睡了。我们现在快1点了，还在这山里面。警察都来了，维护一下治安。喝粥泡温泉的活动听说很久了，一直没有机会来。台湾的生活真的丰富多彩，这下又多了一个选择，我想妈妈一定很羡慕你。